牙刷和牙膏配，袜子和鞋子配，铅笔和橡皮配，桌子和椅子配，一起使用的是吗？勺子和叉子配，还可以和筷子配。丁丁吃面条用筷子是吗？是吗？桌子和什么配呢？丁丁看看桌子和什么配？和什么配呢？哇，桌子和椅子配。牙刷和什么配呢？可以给小姨吗？哇，牙刷和牙膏配呀。鞋子和什么配呢？拿给小姨呀。静静，拿给小姨。鞋子和什么配呢？拿给小姨，拿给小姨。哇，鞋子和袜子配的。橡皮和什么配呢？拿给小姨，拿过来。啊，和铅笔配呀，好棒。